裁きの雷。さて、よし、さて、無我の境地。はっ、はっ、はっ、せ、見切りました。か、よし。いざ、勝負。風の神。天理長く。ふっ、せっ、はっ。そこ、はっ、せっ。と、た、ふっ。ここより、弱滅の時。せっ。裁きの雷。ふっ。聞きたまえ、ここにて命じる。剣の盤石。はっ、はっ、ふっ。逃げ道はありません。ふっ。天道。ここにある。せ、無我の境地。ふっ、さ、せ、は、せ、は。ひゅっ、ふ、よ。そこ。天道万象。来た甲斐があった。裁きの雷。剣に誓う。稲光、すなわち永遠なり。しっ、ふっ、せっ、せっ、ふっ、岩山八九。天理長く。戦法を開け、権限せよ。難攻不落。ここより弱滅の時。やった。ふっ、ふっ、やっ、そこ。星とし、無事今日の依頼。星と深淵を目指せ。
食材は絶いざ。甘い。剣女万丈。スオパー、火を吹け。師匠の技を喰らいなさい。天道、ここにあり。戻れ。つく稲光、すなわち永遠なり。さばきのいかずし。非常简单。我在玩风之谷。你在玩风之谷，师傅啊？没有，本来又随便再找一副来玩。他原本那个也倒了、啊。我不知道哎、欸，可能倒了吧，没在玩哎、欸。見切りました。難攻不落。つくここより侵略滅の先。いざ難攻不落。諸行無常。料理の時間だよ。ふん。そこ、よっ。裁きの雷。こんにちは、あなた。うん、昼間に覚えることも少な。ノート、ノート。大丈夫だって。この間。童貞につ
为什么琉璃带在这么阴间的地方呢？いざ。見切りました。岩山八九。逃げ道はありません。裁きの雷鳴。せっ、ひゅっ、はっ、せっ、さっ、せっ、ふっ。逃げ道はありません。戻れ。はっ、やっ、ふっ、せっ、さっ、天道万象、揺らぐことなし。見切りました。はっ、稲光、すなわち永遠なり。
受け取りなさい。私には無用の長物です。主婦の夢にすぎません。
ざ。浮世の風景は幾千年も変わらない。
熱々でしょ？師匠の技を喰らい。天道、ここにある。つく、無我の境地に進し。よっ、そこ。ふっ、ふっ、ふっ。諸教無常。平気律先人。 剣女万弱。我が名はドアクシンくんなり。岩山八九、天道万象。 花とさ。
いざ。裁きの雷。
机器的技能是主衣服 Q 吗？哎、欸，机器哦，如果你有练琴的话，就不用练机器，我觉得啦，除非你是有爱在练啊。我机器是想要把它拿来当另外一队的辅助。浮世の幾千年も変わらないと。白露と泡
に。逃げ道はありません。のイカズチ話が通じないならただここより弱滅の時切りました。イカズチ天道ここにあり料理の時間だ。無我の脅威我七七的技能六十秒我打那个逃げ道はあります。六十秒真不知道怎么。刚才哈气。話が通じないなら。Thank you.
巴拉在冲三小巴拉。啊啊！我在想那个马斯克就要怎么打。哎，更新了吗？更新了啊！哦，所以下一个。哦，看起来是跟上次一样啊。那等下又有事情可以做。非常简单，要不要帮我杀十二层啊？我都还没看官方啊！你前面的都打完了、哦？这都一样哦，怪都一样啊。啊？怪都一样吗？怪都一样啊。那代表是还没更新哦。可没有啊，就那个星星有刷新啊，啊，内容跟上次一样。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一样？你自己去看，真的。东西，我玩一下风之谷，我先练到120。啊？手超痛的，早上在那边打，拿手机打手超级痛的。哎呦，好多怪啊！哎呦，好恶心啊！好恶心你！三十，是法拉已经打到十二层了。十二层，对啊。啊，你前面都是打满星吗？怎么可能？十一才六星而已。哦。我雷音全线打超慢的啊。我觉得那个十一之三的上层跟十一之三的下层，真的难度差好多。来，我再来看看。
法拉都是用手机玩原神啊、哦？对啊。嗯，好累哦。很累啊，所以我就说早上打那个手痛。嗯，我怎么有原伤杯了呢？算一下。第九场，第九层，我怎么没打？这样。
我が命を聞きたまえ。おとなしく捕まれ。我が剣よ、影に従え。我が名はトワクシンくんなり。裁きの雷鉄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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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鉄世の乱れを切り尽くせ。見切りました。剣刃全強。瞬く間にここより弱滅の時。せよし。おとなしく捕まれ。剣を入れよ。陣営のごとく急がないと。はっ、逃がさない。はっ、瞬く間に裁きの雷鉄。せっ、愚か。よし。戦車を開け、宣言せよ。せっ、稲光、すなわち永遠なり。逃げ道はありません。我が命を聞きたまえ、妖魔め。よ、返せいる。行け。健康よ、世の乱れを切り尽くせ。剣女盤石。師匠の技を喰らいなさい。風よ、私に応えるのだ。剣にチョーク。致命術種。この剣はわかるかい。新天道地はっ、隙あり。はっ、それそれ、ルオパーキヨ。剣女盤石。せっふっ、天道盤昇。せっ、やっ、いざ。股間奥義。話が通じないなら叩くまい。さあ、つきあう。はっ、やっ、せっ、はっ。料理の時間だ。難攻不落。はっ、やっ、はっ、ふん、つきあり。はっ、ふん、つきあり、甘い。せっ、ふん、天理チョーク。剣に近い。うわ。見切りました。戻ろう。ここより弱滅の時。は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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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逃がさない。我が名はトワクシンくんなり。おとなしく捕まれ。剣刃全表。無我の教師。逃げ道はありません。瞬く間に健康よ、世の乱れを切り尽くせ。封印厳剣。裁きの雷鉄。ここより弱滅の時。見切りました。無我の教師。裁きの怒り。剣法を開け、剣撃。我が剣よ、影に従え。
おとなしく捕まれ、救急如立流。奉仕一門に橋を。そこ、タ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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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セット。健康よ、世の乱れを切り尽くせ。社会の人、稲光、すなわち永遠なり。タッ、うん、タッセット。ヒュッ、行け、フォー。まずは逃がさない。行きたまえ、ここにて命じ。タッ、逃げ道はありません。セーフ。タッ、瞬く間に。手合わせしようじゃないか。いや、ふん、隙あり。た、この手はわかるかい。さゆるこ、揺らぐことなし。天道、ここにある。せっ、ふん、や、ふん、剣女盤石。た、ふん、隙あり。は、は、や、た、ふん、いざ勝負。風の神、我らを導きたまえ。いざ、つく。師匠の技を喰らいなさい。天道万象、岩山八九。はっ、甘い。せっ、五感奥義。はっ、動くべきだ。天理チョーク。ふん、ふん、剣女盤石。話が通じないなら叩くまででしょう。剣に誓う。ふっ、ふん、せっ、天道、ここにある。歌よ、二室となれ。差点没三星，哦，吓死我了！你也在打、哦？我也在打深渊啊！干嘛跟那一百五十颗石头过意不去啊？好烦啊！麻辣快被麻辣快被那个一百五十颗石头给弄到麻木。我觉得可能到最后打到最后都只能打五十颗，就结果不一样。是没有这么悲伤。恭喜风之谷又陪伴了我两个小时，把它删掉。没有，刚是宰新的谷了。现在我要打马克世界。さばきのイカズチ。稲光、すなわち永遠なり。と、まだ剣よ、影に従え。ふん、ここより弱滅の時。そこ、岩山八九。師匠の技を喰らいなさい。雨描きがたし。天道万象、致命之石。ふっ、隙あり。霹靂先陣。ふっ、風よ、私に答えるのだ。揺らぐことなし。不要给我乱跑！你在跑吗？这个小婊子！岩山八九，天道，ここにある。熱々でしょ？話が通じないなら。甘い。
女盤石。这个小婊子也好，还棒。天道万象。致命之时。哈哈。兵器率先陣。突き当り。いざ。剣に誓う。剣女盤石。はっ。はっ。ふん。や。甘い。た、剣女盤石。突き当り。天道、ここにあり。はっ、ふん。は。雨描きがたし。はい。料理なり。いや、突き当り。は。岩山八九。左右ルコ。いや。あよ、あよ、あよ、あよ。压线，压线，压线。OK，OK、OK, OK。吓死了。差一秒欸，差一秒我就没过了，吓死我！我连打这个是他妈有个哀伤欸，人缘法师。啊，为什么有深渊勇者啊？哭啊！深渊勇者，我觉得还好啊。我没有，我觉得好难受。我觉得他那个很软哎、欸，后面一大堆干他妈包什么东西。我觉得开始难受了，完蛋了。觉得联姻权限才叫无限。联姻权限我无法，联姻权限怎么一定是无法？感觉是只能到十之一了吗？逃げ道はあります。没有搬家好脏哦。チリとなれ落ちて健康よ世の乱れを切り尽くせさばきの雷槌無我の脅威は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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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よっ稲光すなわち永遠なりせっ震えよ光線我が剣よ影に従え陣営のごとくふわっはっよっふっはっ負けたく間にはっここより弱滅の時よっせっストップ陣営のごとく逃がさない行こうよはあ我が名はドアクシンクになり戻れはっ不要不要やっ無我の脅威我被吸走そこだふっ我が剣よ影に従えや見切りましたさっせっせっやっさばきの雷槌稲光すなわち永遠なりよっはっストップはっはっよっはっはっはっせっ瞬く間にはっ震えよふっやっ逃げ道はありませんはっよっふっいけ
をよ、世の乱れを切り尽くせ。最強入れた。見切りました。はっ、いざ。ガンザン発揮。他の認識となれ。雨描きがたし。話が通じないなら叩くまで。剣道万象地味之士。隙あり甘い。ふん、隙あり。はっ。風よ、私に答えるのだ。いつ。ガンザン八九。いや、ふん、隙あり。はっ。ふん、いや、ふん、隙あり。ふん、隙あり。せ、ふん、は、いや、隙あり。はっ。料理の時間だよ。揺らぐことなし。ふん、隙あり。いざ。好妖。五感奥義。師匠の技を喰らいなさい。あざ。天道、ここにあり。はあ。難攻不落。甘い。さあ、隙あり。ふん。はは。隙あり。ふん。ふん。隙あり。好意呢。打不到。いや。哇。岩山八九。哎，我的极限只有到十之一。隙あり。甘い。さあ、はは。いや、隙あり。隙あり。剣女盤石。料理の時間だよ。你的极限只有到哪里？呀，隙あり。打不过了。开始挂。新天道起。哈，隙あり。甘い。せ。哈。为什么这丘丘王不会扣血啊？哇！隙あり。呀！哈！哈！天理ジョーク。哈！哈！隙あり。剣女盤石。風の神。熱々でしょ？話が通じないなら。打他好像没打他。哈！隙あり。哈！剣女盤石。ふん、隙あり。甘い。いや、はっ。はっ。天道、ここにある。せ、隙あり。ふん、いや、はっ。甘い。いや、隙あり。いや、はっ。ダリウルコ、この剣はわかるかい。天道万象地味之士。刮痧。一直刮痧一直爽。さばきのイカズチ。無我の教師。よし、そこ。逃げ道はありません。はっ、ふっ、はぁ、ふっ、こうせ。我が剣よ、影に従え。陣営のごとく。戦法開け、宣言せよ。ここより、弱滅の時。は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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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切りました。はっ、ふっ、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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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っ、ちりとなれ。落ちて。逃がさない。瞬く間に。裁きの雷稲光、すなわち永遠なる。せっ、せっ、さっ、ひゅって。はっ、ふっ、ふっ、見切りました。我が名は土悪神君なり。我が剣よ、影に従え。行け。震えよ。やっ、
無我の境地。せっ。さばきの雷。よっ。せっ。ふっ。ふっ。はっ。そこ。よっ。健康よ。世の乱れを切り尽くせ。またとく間に。ふわっ。見切りました。ここより、弱滅の。没有雷神的队伍打好吗？剑の盤石。この剣はわかるかい？いざ。話が通じないなら。せ、突きあり。岩山八九。突きあり。突きあり。せ、料理の時間だよ。雨描きがたし天道万象歌よ錦となれいざ勝負風の神熱々でしょいやふっはっ天理チョークふっふっ隙ありや師匠の技を喰らいなさい届いたのはっいや隙ありふん隙ありはっ甘い難攻不落天道ここにあるふっはっはっいざ勝負風よ五感奥義我杀了！料理の時間だよ。いざ勝負！風の神。歌よ忍者となれ！師匠の技を喰らいなさい！霹靂先陣、突きあり！突きあり！これは十之二过了，どうして？十之一没过，十之二会过，哈？它的难度是。是 M 字型的哦，真的是哭啊！你老师和小叮当，逃げ道はありません。行け！よっ、我が剣よ、影に従え！塵となれ！落ちた！じっと！せ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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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我の境地。はっ！はっ！そこ！せ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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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うせ！聞きたまえ、ここにて命じる。瞬く間に健康よ世の乱れを切り尽くせはあここより弱滅の時さっはっはっふっさっはっさっふっ大哥你怎么是雷遁的哭啊雷遁我破不了啊完蛋花杀了落ちてせっふっはっせっさばきの雷槌せっ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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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哟，哦哟，闪电队他妈打这个神勇法师打够了，哦哟。感觉がな。呀。哎呦，打不过啦！你是被他打啦！放个一，放个一没伤害，克奇放个一没伤害，七七放个一只能奶瓶，不能干嘛？啊，旅行者放个一垫高起来打一下没伤害，我玩个鸡腿、欸，你要不要下来？麻烦。他一直把我挤走啊！给我下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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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下来！我下来不下来？下来！呀！下来啦！你死！哦！对呀！他！我！这个！推！推！大哥，你在扣钱吗？大哥，你的盾有在扣吗？盾好。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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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玩笑，这个是魔队，哇靠！我爆他，他打不死我，我也打不死他。啊，是了是了是了，终于磨死了，王八蛋！然后又是一个神勇法，神勇法。呀，スキャリ、タ、セ、ハ、甘い。深渊的时间是共用的吗？共用的，剩下全共用。剩下全是共用吗？この剣はわかるかい？アサーズでしょ？スキャリ。就是一个。哎，不是，我想起来，你是不是会盖伦的那一只啊？你好像是会盖伦的那一只水属性的盖伦哎，我妈蛋！好像是你，我想起来了。但折成的下半也太……哎，盖伦爽哎，大哥！还是有他，我不知道哎，上次没打到折成。主要是那个又火又水的，真的是很靠。又火又……他不知道他要怎么打，看来实质上我连两拳都打不到。この剣はわかるかい？料理の時間だよ。天道万象。いざ。看来是要去练个武器跟所有的角色。但你我该起来开始。哈，是，哈，嘿，呀，剑有半折，哈，起来，哈，阿麦，哦哟，哦哟，哈，呀，起来。話が通じないなら。你要不要盖伦？你要不要盖伦？你是要盖伦对不对？我你光光啊！是呀，天道，ここにある。不可以盖伦，不可以射射。甘い。いざ。アサーズでしょ？剣に近。スキャリハッヤゾクセンパチでスキャリハ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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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料理の時間ヤッフッフッスパー
极限就是在这里了，好像没有办法更强。没有奶，第二天挤不出奶。哎，秋秋王，哇，这个十一之一的下半太臭了吧！好臭啊！零权限，我看到了。我不要打了，麻烦了。看了就好动，这就对了。没事，原石拿到就好，我们不强求其他的，拿到一点点我也开心。不行，你不能就是这样开心。不能吗？不能不能不能，还要继续吗？是不是？哇，我去厕所，我去厕所。哎呀！看一下陌生。敢与钟离。娜娜，娜娜，你。秦秋第五课。有些涼しい場所に行きたい。1 7 2 3这叫什么？我丢嘞！打不动。他妈的，要死之前他妈又再给我叫一次这个东西。四海染。合成打个六瓶就可以了。看一下我单刷会长什么鬼德性。雨だれ石をもうがつ。天理チョーク。
つく。稲光、すなわち永遠なり。見切りました。剣女盤石天道、ここにある。股間奥義、ここより弱滅の時。裁きの怒り。然后芭芭拉怎么被秒杀了？剣女盤石，一下就秒杀了耶。我要用他的芭芭拉来救他，对，用芭芭拉被秒杀。你这样芭芭拉还要再战一次？稲光，すなわち永遠なり。对啊，没错啊，没有错。逃げ道はありません。天道万象。敵立先陣。自己刷还行耶，一分半，没有头破血流。干！那我怎么？那你为什么下班不带那个啊？不带那个星球号？不要，星球破盾，破那个盾太慢。破盾太慢。嗯，幽梦是还没回到家是不是？他刚刚那个麦听起来还没到家。宣判。回来了。还没，还没。嗯，到家了，到家了，看听得出来，听得出来。啊，我刚刚用手机登录，你听不出来？听得出来。可是那是我在我房间用的，我想说听一下有什么不一样。哇，那客群好猛哦！那我可以跟你讲啊，我手机的声音还是我本人的声音。手机的声音才是本人啊。啊，麦，那你那个两百块的，那个你那个麦听起来老是这样。对啊，有这么严重吗？有。阿麦，那你给我推荐个麦呗。你可以推荐一个展现野生的麦。サバキの雷鳴。推荐一个正常一点的麦。很多啊，甚至都过千而已啊。哦，那算了。为了一个麦不值当。过千的麦我是会买的，因为它至少收音环境还不错，收音效果还不错。没有差吧？你交出去的话就没有差了。没有，我还是会买。屁啊！可是有人要让你直播做不下去了，为什么要？我是有怕他呢，他又不敢来跟我讲话，就代表他只是个孬孬而已，不是吗？我们不跟这些人计较，他需要信任。我们不跟小朋友计较了。请问陌生又拿手机贴在麦上面了，是不是？打中了。没错。你要在我在打分进螺旋的时候跟我讲的那个。我是没差啦，但戴耳机的各位就不一定。没有戴耳机的应该是只有我了。看什么说？谁准你砍出我？我要做加巨美。嗯，他不是说不需要？要啦，做下啦。已经没有木头了，你知道吗？要划一下。我平常都保持在150个。然后这流水狗飘来飘去，真的烦死。一直飘，一直
还没有那个鸟烦呢、啊，那个鸟。你说那一只雷鹰全剑吗？还有那个啊，水精灵的那一个鸟啊。那个也很烦。那个也是打到很烦，不能拿，不能拿，不能拿，再拿什么再下去打，因为会打不到。真的。三号所長にお申し付けください。私はただの助手ですので。哎呦，跟他讲话会拿到勤劳，哎，勤劳的天赋书，不错不错。压秒，你不是要认真，打个六星就可以了，折成。我很认真。好吧，认真就闭嘴。开嘴。啊，小啊，突然幽默。开嘴。放什么虫云啦？拿掉。没有，那只是武器而已。看有的都只打到八十三而已。嗯？什么？有的都只打到八十三。因为那个每十五天都要打的、啊。哦。聊天四十二等八十三。牛逼牛逼！合理发挥，合理发挥。嗯，你要打阵营屋吗？可以啊。有体力了是不是？有四个柱子。请你出去。哎、欸，小心，礼拜二了。等一下，你冷静，我没有说，我连一句话都没说过，说了。对你说话了吗？对不对？不是，你冷静。不是，有没有这么讨厌我？你想要用我用行动来证明？冷静，大过年的，哎，新年快乐，恭喜发财。没有，对我来讲没有过年，过年就只是一个放了很长的假期而已。没事啦，每个人都是吧，不然。我完全没有什么过年气氛啊，没有。过年需要什么气氛？过年需要什么气氛？我怎么知道？有的人就认为过节一定要气氛。没事啦，我现在要工作。想要气氛吗？我可以想要气氛啊，现在可以马上来，是吗？冷静，冷静。我觉得受害的是我。没有啊，不会、啊，可能。
快，我要看你这家里气象。那个成场了吼。就是啦。你知道那个吗？啊？DC 可以用八个一零八零 P 啊？不知道。嗯、不知道。刚刚那个是你的歌吗？啊，我弟。嗯，陌生不是老大吗？对啊，是我说那是我弟啊。我们这边有那个1080P 啦哦，不用担心，是不可以1080。钢弹八九，哈哈，さばきのイカズチ。哎，我那个账号刷到了那个求神的第二个任务，我好叫好像叫做他第一个叫神明什么？神明啊，请回应我。哦，第二个叫神探啊，请回应。但是我还没做。好好，我都触发到了。我今天才把渊下功能的任务做完。哦，我们那个全部都跳了。终于爬到最上面了。鎖断ち切り、裁きの怒り。難攻不落。やっ。今天没日。今天没活动了，今天没了，活动已经没了，不是活动没了，活动已经出完了，没出完。网页的呢？网页的差不多了吧？网页的那个，他不是有一只狐灵会那个给你东西吗？哦，对啊，我差一点分数了，因为我好像有的没领到。哦，見切りました。我应该明天就可以去拿了。哎呦，很大胆哦！干嘛？就看一下厕所会不会那个。不会吧？你干嘛这样呀？我有洗澡。你已经洗了？对啊。哦，是哦。この間你要持续刷海染是吧？没错。你已经放生你的棕榈了。棕榈吗？也是可以先说、啊。我也是都可以。但是我要等我的每日结完。那不然先刷棕榈好。同点につ、有想法。一二三四，三五六七八九十。咦，咬错了。
いざ。剣女盤石。摔死，不摔死，溺死。岩山八九、さばきの雷。ふっ。奇怪的烤肉盘，
いざ剣女盤石就掉了。Yeah. 你到现在还没掉完？还没啊。我比你这么晚开始，我全掉完了。我很烂。我还看到你的画面有两个掉了。没错。那你现在下海会怎样吗？不会，但那一只还在而已。あと少し、気を抜くなよ。看这里上不去。对，你要从那个船上来。那你跳下去。没有鱼可以钓了。抱臀。我这个钓完就过，哎，不要再钓，把抱臀全部钓起来，再开始。不错。好想法。勝利は目の前だぞ。何が釣れたんだ。オイラにも見せてくれ。就看这个炮有没有开始跳，我会打他。我用冰箭射了几下，他们开始跳了。没事，他现在不会不见了，他也不会跳了。只要上钩就不会怎样。哦，なかなかの収穫だな。千岩套哦。
号是哪？不是孤云阁那个。花と酒を手に景色を堪能しようとしたが、あわな。あの頃とはもう違う。悠悠とまた。好啦，不要看那个变态了啦，我们来打圣遗物啊。真是好痛。啊，你们在打什么圣遗物？嗯，岩套或海缆套。流通のために作られた船は港に停まる。海缆套是做什么的？捕食伤害的。捕食伤害。补血溢出转伤害，这样你懂吗？琴可以穿哪一套啊？可以，捕食都可以穿，因为它就是补血量溢出会变伤害的。那你要先打海缆还是打千岩？嗯，我看一下我琴现在穿的。你现在琴应该是二风二角豆。没有，四风。啊，不是吗？琴穿四风打得有伤害吗？应该是说拿来打，让他如果把它摆到队伍里面是拿来减抗用的吧。封套事件的特效。然后我那天半夜跟那个大佬打，他的总理的大姐是拿来帮我上盾的。哈哈哈！你说他的大姐吗？对啊，他大姐拿来帮我上盾的。笑死！他都不砸我吗？他都砸在我身上。哪里蒲公英比较多啊？哇，去打蒲公英的蒙德最多。只有蒙德有，只有蒙德有，不只有在那个蒙德城的那周边了。蒙德城那边最多的在三级守望的左上角那里。三级守望，三级守望，三级守望。千岩套那边，千岩套左上角。千岩套的左上角。嗯，那里最多。那里好像有十个蒲公英，没错，十个。蒙德城周围也差不多要十个，然后移动树那边有四个。不是，重点是他这个都只能用那个。哎，用砂糖的蒲公可以把那个蒲公啊，可以。没有，看到我有砂糖。风的法术法器是不是也只有砂糖？对，对啊，只有砂糖。不过他的普攻应该距离蛮短的吧？重击好像比较长一点。仕事がまだ終わってません。休んでいいでしょうか？你在干嘛？刚不让掉血。抱歉，偷渡哥上来了。你在哪里？一炸。然后我帮你射起来就好了，这样就可以了。好，拜拜。偷渡哥上来。我们先打千岩。千岩，你要千岩还是海缆？你到底要千岩还是岩？那行。你还不懂千岩跟岩的差距吗？不是啊，不是差距。千岩就是纯血套，血加护盾能力。玩纯血流不是比较好吗？他想要打伤害啊。好了，ついていきます。千岩呢？岩套，岩套。啊，岩套是不是？好的。
金蝶可以射死啊？可以啊。射啊！嗯，干嘛？换这个顺序。云锦的张武有自嘲之道风味。知道风。逃げ道はありません。そこよっ、無我の強。我网络好像炸开了。やって。因为我刚看他们都没怎么在动。啊，我忘记了。第二个要带班尼特，我等下注意一下。带班尼特的。イナビカリ、すなわち永遠なり。用火会扣血，那没有办法，用火的都会扣血，不然要带血。只能打超宝，那该你这个冰法师呢？加那个啊，雷电将军啊，雷电将军他拿的。好吧，满开。还有什么想法？雷的，之后有绳子就要用绳子。雷现在也没有减法器。放个班尼特吧，等之后雷神那个卡池的时候，我再把班尼特连上去。哎，今天有天光吗？没有，没有，天光礼拜三。所以是明天吗？明天不是后天。哎、欸，对，明天。后天。我想的今天是星期一了。哇，没有射到最后一只。我要捡你的萤火虫。捡不到。这总不能，至少班尼特是不能穿海染。打蒸发或打融化，或都会承受什么？融化是冰加火。稲光り、すなわち永遠なり。そこ。みんながそばにいてくれるわ。お、好痛啊。幸好瞬間回血。そこ、よ、さばきの雷。はっ。はっ。岩山八九。無我の境地。逃げ道はありません。天道万象、剣女万弱。見切りました。さばきの雷。
好痛！不行啊，还差一下，放不了大。这一下拍下去。哎，对，干这沙场他妈，我后面在他前面还打不到，他妈的！所以我就说他要用重击啊，你用重击就可以。ついていきます。次の仕事は。又是暴击头。被，我刷千岩，我刷岩套给我雷伤被干嘛啦？哦哟，他给了我好几个生命值，但副词条都好惨啊。主词条都对，副词条都各种惨。来回玩。いざ、いざ。剣女万弱、天理超強。天王帝君のために。裁きの雷。ここより弱滅の時。ふっ、はっ、せっ。逃げ道はありません。天道、ここにある。みんなは俺が守れ。剣女万弱。よし、発射。そこ見切りました。稲光、すなわち永遠なり。燃えろ。逃げ道はありません。我劈他一下扣多少钱，你知道吗？七千呐。七千。好，隙あり。見切りました。そこ、ここより弱滅の時。暴击日升梦不息还不错、啊。我没有体力了。哪个？好烂哦！要不我现在刻原石。狠一点就现在刻原石，还刻啊？刻啊！我怕你了，不成？不要啊，花生！你没在怕的啦，让他克。不要，我不要。反正又不是花纹。我不要克。妈的，傻子才克，靠腰。我也不克。是可以啊，就是买用原石买一次体力是 OK 的，但不要每天都买一次啊。买一次是 OK 啊，不要买太多次。别买太多。没错，没错啊。好了，你们先玩一下，待会我可能又要忙了。这么热血的吗？什么东西？人生，暴击。哎，有某，你自己回桃园了？没有，你没听到刚罗特跑来跟我讲话？啊，你们也都一起回来了？对啊。啊，你是坐高铁还是坐车？高铁啊。当然嘛是高铁，怎么这么好？哎、欸，这样子，从桃园坐到那个南投，这样子要多少钱？南投没有高铁站，也没有火车站。哎、欸，那你是坐到台中？我回来是从台中坐回来，我坐去是坐到云林。哦，多少钱哦？坐到云林900块。
做到元年九百。嗯。有猫侯牙了，是吗？有猫。你开车有比较便宜吗？应该比较便宜吧。肯定的、啊。靠背啊！开始的考啊！这里是我怎么开？开车有比较便宜吗？哇！我说有啊，那是肯定的。八小，你死得靠哦！对啊，反正就是阿冠。生命双爆，太聪明了吧！眼上，嗯，沙子是不是都只有冲人杀、攻击杀那些东西啊？我怎么还没有刷过？我是在想，比起暴击率，是不是更应该冲生命值啊？钟离，知道，好问题。有人出过冲能杀吗？不，暴击杀吗？有吗？我怎么没看过？没有啊，暴击又不会出暴击杀。对啊，又没有跟你说会出，谁跟你说的？奇怪耶、欸，我不知道哪里看到的，奇怪，好奇怪，我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脑子突然闪过以前有人说过，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这个好了，这个比较好。爆伤，暴击爆伤，那换成攻击暴击吗？算了，暴击爆伤，但这样挺好。我都先强化到加斯再决定好了。看一下他会出什么东西。防御力，另外一个，攻击暴击。ズレズレなるままに引くらし、スズリに向かい。也是防御。一个攻击暴力，一个暴力暴伤，你认为呢？一个攻击暴力，一个暴力暴伤，暴伤，暴力暴伤吧，我觉得。有想法吗？嗯，没什么想法。不知道哪个。我两个都，我是会偏暴力暴伤啊。是我的话。嗯、好。この美しい風景も、そばに誰もいないし、私の不変を引き立たせるだ。是，他就是在搞你啊。啊，算了，随便了，就这样呗，懒得管了。我把那些没有在干事的那些人的剩余物给干下来，这就对了。完蛋！那些没有在做事情的剩余物全部通通给我拖下来。
冰猫、哦，冰猫也通通给我拖下来，王八蛋！不需要冰猫。重允哦，先穿着，没事。现在全部加八。我决定平均上去。看你妈只会加防御力。31.9%，看着暴率还掺人呢。灵光，你竟然有穿呢、欸？脱下来，通通脱下来。飞蟹也有穿呢、欸，也脱下来。克勤要不要脱下来？克勤先不用，克勤未来会练，先不用脱。阿巴，巴巴拉，你也给我脱下来！你穿什么装啊？还肯穿啊？通通给我脱下来！我每次几乎都有穿、欸，王八蛋！跟潘博你也穿，什么意思？五郎，五郎给我脱下来，王八蛋，长那么丑，对不对？我从来没有穿的、欸，你是不是给他穿的？我从来给他穿了、啊，从来偶尔会出来。罗莎莉亚脱下来，不行，不能随便让人穿。哎、欸，绿沙竟然有穿嘞、欸！你也给我脱下来。哦，这次抽了好多西风大剑哦。西风大剑到底要给谁穿？给充能脚穿吧。你大剑谁需要充能？大剑没有人需要充能嘞、欸。大剑都马在普攻的。对啊。哎、欸，我好像看到有一只可以穿哦。哎呦，那个人就叫早用，有没有？有没有想法？有想法，可以穿西风，可以，我觉得早又可以穿，早又适合。西风长枪，ズレズレなるままに引くらしい。西风长枪我有五把，好多、哦。断浪长旗六把，流浪乐章。你要不要猜猜看我流浪乐章有几本？15本。那我看一下上面有没有？没有，12本。好多、哦。祭礼功5把。好多、哦。祭礼功哎。那流浪乐章怎么这么多啊？12本。私の不変を引き立たせるだけ。我现在中立血量24000，好爽，好爽哦，24000，好爽，至少要3万。攻击杀，为什么有攻击杀这种东西？攻击杀，蛮多角色都是穿攻击杀的、啊，没什么意外都会是攻击杀。吃掉。辅助角色没什么意外，几乎都会是生命杀。ずれずれなるままに引くらし、すずりに向かって。我觉得充能杀比较难搞，所以大部分才会穿充生命杀。谁要穿充能杀？很多辅助角都可以穿吧，行秋也可以穿啊。然后那个不用吧，你行秋如果塞在雷电将军那边，就带攻击就好，不用带充。嗯。
看里约的 BGM 太过分了，幾千年も変わらないと。在这里放这么哀伤的 BGM， 人の世とはこう。那我不就只能一直偷花生的东西了。哎、欸，干！王八蛋！这 BGM 好哀伤啊！你再这样子，我要请你出去。发木工。还下雨了啊！太应景了。我想想，打 Apex 的，你见过我在看 Apex 的？我都有看啊，但我不想玩。他说狗在打 Apex。两万一，你是又跑去哪里给我偷我的东西？你是在偷什么东西？我在看东西而已，我还有两颗那个数值。你刚不是说你有四颗啊？怎么是打成这样？我四颗打完了。啊，可是我身上还有两颗啊，一次最多只有五颗，不是？对啊，啊我打完了，对啊，我没了。那你只有打三场啊？我这里还有两颗哎，因为我自己有打一场啊。哦，你要打是不是？你要打了，打打打！哎，再玩一下《风之谷》好了。你最近都没更新，应该会更很久、哦。没有没有，我是抓一个新的服来玩。靠腰。而且我刚刚玩一下，一下一级的，现在好像102等吧，还102。你今天这么快要干嘛？不要破坏我 APS。你看我在猥亵你的女神。站这里不能换角色。对，你站那边不能换角色，太近了。没有，是太高了，会顶到他。你住哪里啊？你住后面。对啊，我给他长屌了，不行吗？这样吧。还染，打两场还染好吗？哎、欸，我打到什么东西？你是打到什么？我刚不知道打到什么东西，然后有那个伤害出来，我吓到，我想说我在打水而已。我刚打下去有个45000的数字跑出来。45000。这关是流血狗，没错。阎王帝君，不是天道半凶吗？天道万象。やっ、やっ、やっ、隙あり、難攻不落。見切りました。無我の境地。せい。やっ、ふっ、はっ、天理長久。空説の縮図。
砸一下四万，我觉得还行。砍一下七万，我觉得还可以。不管是要多少。我还没精炼呢，十万有点困难。那个啊，我的武器还没有精炼。什么？你都要换装我了，还在想这个？别说了，越说越难过。攻击桶啊，这一套的话肯定是要治疗加成。生命元素充能，欸，可是这样的话还要塞治疗加成吗？这样都没伤害，还是要塞暴击暴伤？治疗加成，你是说海染啊？我在想海染的头，如果塞治疗加成就没有暴击暴伤。我不知道他的，你是要给平海穿的，捕尸啊，两个捕尸都可以穿啊。不过给星海的话，好像就没有暴击暴伤的问题。给星海就不用暴击暴伤是吗？永远都是。没有啊，你班尼特应该也不会穿那一套吧？班尼特不会啊，班尼特绝对不能穿那一套啊，班尼特又不会补超过100吧？天道ここにあり難攻不落很好哇、哦、三个都是海染用羊，你就继续用羊送兽，用羊兽去刷这银物啊。其实我已经刷完了。哎、欸，对，你还想打？你是不是还想打？生命杯，留着留着留着。防御头。難攻不落。等一下、哦，先把头顶上去。这个钟离在石化哎。花と酒を手に景色を堪能しようとしたが、大地の鼓動が聞こえてきます。你在看吗？悠悠とまた。難攻不落。切回来，先注意啊。
让我的视角抓得不错。建筑。指标加成。あな然后去钓鱼了，再见。嗯。哎，花生是一个等级几啊？嗯，差你一阶而已啊。七。哦。到八就可以那个。他想要回报你，但是你迟迟不上来。回报吗？你确定简单叫回报吗？我是简单，可以。开始不认账。没有名片那个人不是我，我不知道那是谁。这样子。对啊，我嘛唔知。我你嘛唔知。清泉镇镇上方，感觉哆啦 A 梦很喜欢干预，还行啊，他头上那个两个角蛮便利的啊。啊？啊？啊？什么东西啊？你刚说了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没有啊。阿巴拉怎么不见了？妈妈是疼爱他的干女吗？结果炮臀又跳起来，我真的会打人。打鱼啊，打人干嘛？打鱼它不会痛，啊，你都晕过去而已。那你想打谁？打等级最高的人好了。你这是非常简单。没有啊，这边那个游戏里面等级最高是60等，我才57而已。那我最高56，也不关我的事。よし、もうすぐ釣れるぞ。啊，幽梦到时候要补雷神命座吗？补啊，我那一期如果是更新来的话，我就没有其他东西抽了，我可以补。反正补命座不需要练什么东西啊，我就没有什么负担。需要啊，要练你钱包的承受能力。不然你给我吗？怎么会说我给你？要这种话你就太想减轻压力啊！你这么懂我，知道我的压力所在，那你就要付出行动啊。讲这样子就伤感情了，对吧？一单就好，我相信你给了一单就可以凑齐两亿了。幽梦比我有钱啊！
不要睁眼说瞎话，我可买不起房子啊！啊，你买不起房子？我买不起房子啊！我也买不起啊！不要骗了！我有什么好骗的？我真的啊，要是买得起，我就一直买，快一直当包租公，快整天都在家里耍废就好。你头期丢得出去吗？丢不出来。不可能啊！区区头期对你来说怎么可能是问题？干，你头期至少要300。你是要买多好的房子？顶多200吧，你是要买多好的？你想苗栗呢，不是桃园呢？不是不是，你先听我讲，你买房子，你要不要装潢？你要不要买家具？你的租房子有时候可以不用付家具的吗？都是他们那些租的人自己处理，租金便宜一点就好了。ずれずれなるままに日暮らし、すずりに向かい。剣女盤石。この剣はわかるかい？見切りました。さ、是吧？还有什么？没有，就不要玩一下而已，先练到120啊。他蛮冷啊？他斗内有什么东西吗？玩师傅你就先不要想着要抖内吧，啊，慢都慢慢浓啊。啊，你也不知道你会玩多久。那我会玩了一年多哎，干猛。那是看你那个符开多久吧。啊，你之前玩的多少？对，大概正常一个符大概好的话，大概可以维持一个月到两个月。那个没有倒，是你不玩的。我懂啊。啊，有些就是要学完钱之后就要倒符再开过啊，不然呢？啊，不然他怎么赚钱？还是我们也来搞一个师傅？你弄得出来？你之前说弄，他们之前说你弄得出来，他们就可以啊。没有啊，我记得他们有说过。你那个没那么简单啊，你又还要买那个，你要买伺服器啊，对啊。但那也是钱、欸。我先表示这都小事。对啊，幽默爸爸会丢钱出来，花生就负责把。我出技术，你出钱啊。对啊，幽默爸爸要丢钱哦。
赚钱九一分，我九你一。你说你零点零九这样子啊？我是那个一这样子。小天来了，天，老哥，我在玩师傅啊，不要偷看我，他在浪费生命。啊，不是啊，今天原神能做的事情都做完，圣性螺旋也打完，没有触发哦，选错了吗？舒服哦，干你啊！我选错了。但我记得我选对啊，欸，有没有这一幅玩起来跟那个血肉骨超像，他也是可以一剑专吃。然后呢，但是我不确定他 BOSS 能不能无限一直守。山倉は仕事を聞いた。ただ、之前的朋友可以啊，之前你学肉骨就是王，可以一直刷，从一直狂刷猛刷。所以你没看他技能树一下子掉很多。不是也 BOSS 掉，也 BOSS 四个小时才一次。海藤山じゃ。也 BOSS 是还好，那技能树又还好。大家要的技能数都在网身上。你坏透了。七七在这里耶。怎么会在这里呢？啊？你没看那个最后的影片吗？没有，我只是想说他们怎么还在这里啊？他们基本上显示在哪里，他们最后就会在哪里。什么时候才离开啊？真是的。聊天跑掉了。他不是说在坐车吗？啊，他在坐车啊。嗯。因为你一直拿手机放电波，人家跑掉了。白痴，我手机就放很离麦克风超远的地方。那你的电波是哪来的？哪有什么电波？一直哔哔哔啊！现在还会吗？不会了，常常会。完蛋了，那应该是要买过一个麦克风。我看到这边亮亮的，哦，好，不是炮腿，太棒了！我以为是炮腿。炮腿，你怎么可以不跳呢？你辜负了我的期待。王八蛋，他肯定有跳的话，我死也不会再来这里，死也不会。这里已经很近了，好不好？你再不来这里，你要去那个港口吗？港口那个更远。不是啊，啊，花生的炮腿到底还差多少？我怎么感觉你一直在掉炮腿的？没有，我没有一直在掉啊，我有一直在掉啊。
他自己在懒而已的好不好？我早就钓完了，他都还没钓完。我没有一直在钓啊，你只是觉得我每个礼拜都在讲要钓包臀而已啊。你就是嫩啊，还敢钓炮臀？不是哦，就前面没有出炮臀就很懒得钓哦。去好几个地方都没有炮臀，我就很懒得钓了。你有别人的世界啊，去别人世界也很少啊，所以我才懒得钓。你这样太没有意义了，不可取。可啦。离月港最右边。这里什么时候有珍贵的宝箱 ？What the fuck！ 又来了，又开始了。什么又开始了？他的电波又开始了。因为我想电池的幽梦，不知道电不电得死。可以用电波攻击电池的幽梦。原来这里有华丽的宝箱啊！没错，没错。太阴间了吧，米哈游？谁会闲着没事上来爬一下？这边有宝箱啊！我没有，我不会，我只是顺路。哎，你们过年会在家里打牌吗？昨晚在打麻将。不会。那华生，你家过年都在做什么？各过各的。对。完蛋，这个词又亮起来了。为什么璃月的为什么璃月为什么璃月的词都亮了啊？是在哭吗？因为他辱华了。没事没事，我看到不是他在跳，很棒很棒。小心，不一定只有一只会跳。没那么衰吧？我想要帮他暴力乱抽。然后聊天好像要去台中，他要去台中。我才刚从台中回来。啊，他从台中回来吗？我没有吧？我记得聊天是要去台中。我说我。哦。他要去台中吗？他要去台中玩了、哦。找石墨吧。
我只要不要掉那个观赏鱼，那个观赏鱼就一直在那边。没错，没错。这样我的炮臀就永远都不会是一个观赏鱼炮臀。没错，没错。就一看有没有五只开始跳起来。他只是还没跳，他现在跳起来这样子。别轻易跑！你在玩哪只哦？对啊，我有那个造型啊。哪一个造型？玩到哪里啊？一拳超人。你说一拳超人哦？对啊，不是啊，啊。玩长的那里刚现出来的、啊，要1500块。神拳。哎、欸，可是我在想万叶德，为什么万叶德是在玩超神那个吗？万叶的天赋是用还是打一般场？是用礼乐的，好奇怪了、哦。啊？游戏模式的战力炮。哎、欸，对啊，万叶不是道西人吗？对啊。你在跟你朋友玩？路算是大兵的小炮。我说你在跟别人玩，跟自己朋友玩。不是啊，不认识的。自己玩啊，跟自己玩，也是四排啦，跟自己玩，就网络上认识的，我操，跟自己玩，好好安慰他吧，跟自己玩也是不容易啊，这年头还能跟自己玩的不多了、啊，你们在公山小啊，啊不就是你自己讲的、啊，你自己讲跟自己玩的、啊，我说你自己玩，自己玩的意思是说。自己单排靠背哦，跟自己玩。我刚在高铁上面看到有人笔电打开在打麦块。这样有网路吗？手机网路啊。手机网路在高铁还是一样会那个吧？不会、啊，还是、欸、我觉得还是因为台铁。高铁上的网络讯号很好哎。比山地好多了，那应该是台铁啦，台铁的问题。台铁的网路讯号就很不好，他只要一过山就有时候会开到山上啊。他走那种山线，有些地方会没有网路讯号。没有啊，台铁那高铁还好吧？高铁过山洞都还有讯号。台铁、啊，那就是台铁，那就是台铁，台铁真的网路不太好。哦，终于快120，太慢了，太慢了。拜托，他这才211而已耶，刚好经验倍率超低。哎、欸，这个是不是你那天说的那个炮臀是观赏鱼的那个啊？对啊。好发达。哎呦。哈哈哈哈哈哈！会不会把它掉掉啦？哎呦。他跳了啦！哎呦，我、哦、衣服跳起来，该洗好了啊！顺便小心跳，这个是网吧蛋的。跳跳跳！那、啊、你与其玩那个，为什么不干脆玩血肉骨？那个不要血肉骨，那个就已经真的是没什么好玩。那这个就好玩了吗？你重练一只，还不是都长一样？啊，有没有要一起来玩这衣服吗？切过来啊！啊？切过来啊！啊、它叫什么？猫咪骨。版本多大啊？版本呢？113。你怎么那么喜欢113？啊，我他不用再分享一些什么有的没的吧？不用。好了，我发送给你了。干你还要加钱住啊？你能不能没有去他 DC 载游戏档案啊？啊载完你就退掉就好了。那你血肉骨退掉吗？血肉骨早就退掉了。不是我说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发给我那个载点号？对啊，我没有。啊你就加进去那个直接弄一弄就好了。加进去然后载完。
砍掉，是吧？那你就直接推掉就好了。我看我的前一个也不是你啊。哦，你是今天中午十二点是什么？哦，なかなかの収穫だな。登录即送分享活动，每日推我没分享。游戏下载就好了，是不是？啊。啊，是要只要下载主程式哦。啊，他为什么还要发更新档？啊？他为什么还要发更新档？那更新档不用啊，下载主程式有。下载之后打开来，然后账号密码打进去就好了，是不是？对，就是跟你之前玩的一样。啊？好，可以退了。哇，这边没炮臀，哭啊！哭啊！哭啊！有炮臀啊！哭啊哭啊哭啊！离开一下，反正还要暂时的嘛。我要问小瓜，我要钓鱼。你好，新年快乐！一二三四，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啊，要发红包了吗？小瓜，当然是不可能啊！花生，你进得来吗？进不去，进不去。谢谢小瓜。那你现在身体怎么样？有了。干，你现在等级跟我一样高，你明天还是故意的？没有没有，我差你两等。干，那你也是玩得快。不要偷踩我的石破。一切都好，没事，我已经度过那一关了。我现在要的只是炮臀而已了，其他无欲无求。
啊，如果是挖得到原石哦，我也要了。请你去做我梦。谢谢小花。哦。谢谢小花。哦。小花不是要发红包了吗？你为什么不发给我？欸，我刚藏住保底，抽到狼诺。哎呦，藏住保底。欸，我看到你的封神筒了。没关系，我一堆都没解，没有查。你捏的是什么？我多希望能够在我的世界听到神筒的声音。没事啊，我都没解，他们每个人都受不了。干你妈，体力就不够，你还不解？我啊，解了又不会怎样。我插了一个雷神筒而已，但是我就是找不到。这个我也没有办法的啦。耶，好多金蝶哦！你再来一点。那个啊，酒庄这边的。酒庄哦。为什么陌生的麦一直会有那个电流声？对嘛，就不是我在说啊，他故意的啦。你皮卡丘哦。他在表现存在感。有。喂喂喂，一样一样，电流电流声还是一样大声。没有没有没有，一直都有。没有，那应该是你手机是离很近啊。没有啊，我已经离远离很远。那就是你的那个麦克风线很没有那种举格的效果，所以它很容易被电磁波影响。你的炮筒可能你离电脑太近也会有影响。会，我是觉得哈，如果离连手机都离那么远了，那大概率是麦克风要坏掉了。对啊，到时候再换。应该是说你的麦克风没有阻隔的材质。哦，另外画面一片混乱，我根本看不到深渊的草泥。啊，现在还会一直滋滋滋滋滋，一样一样。好一点的啦。你不能这样对他说，你对他说他的麦就会开始踢笑了。可是现在没有了。会有的。靠背，我笑死。笑死。看我会开到什么？垃圾！操你妈！垃圾！干！哎、欸，暴力爆伤充能呢、欸？你在刷什么魔女套？对呀、啊。哪个部位？头。哦。暴力是主词条，爆伤是爆伤跟充能的下面。你要给谁？葡萄。嗯，可是他没有生命。葡萄的话，主持条给暴力，基本上可以用了，不用计较这么多了。你那个已经很好了，不像我刷了那么多场，还没有一个合用的。我的羽毛现在也还是不合用吗？没有，我没有一个合的，我只算堪用而已。惨。我来猜，小瓜这边的宝箱一定都没开过。哪里啊？璃月港的。我看看，我去找你。我已经没有体力了。这是哪里啊？这个应该有吧？欸，有欸，居然捡过欸。嘿嘿，我告诉你，我是会找宝箱不找神通的人。好扯哦。你觉得会这样来做吧？那阿林，你要能飞在这里靠背。你的炮筒会不会跳？会跳吗？会跳吗？不会。会。不会跳就安心多了。
怎样？哎，为什么会有虫鱼？因为现在是海灯节啊。哦，虫鱼真的好可爱。你怎么跟羊一样啊？一点痴汉样。这逗呗。我说了。小光，你装什么鱼？中文。那跟我一样，也是用中文。现在韩文、中文跟日文是大区啊，韩文只有一个装啊。对，韩文只有一个人。我是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东西。你的世界有冤下宫吗？看起来是没有。没有。你们看到另外一块都是雾。有抽深褐的话，可能就会开了。没有，没抽。我现在要出干鱼。哦，我看到了有一个地方只亮一个系列神像。没错。那你氪了吗？那、啊、你还没氪、啊？还没氪啊！我就这样用慢慢捞，跟捞金鱼一样。好，所以是最后一天才会氪的意思吗？简单来说，可能是两天吧。最后一天有点危险，网路上坏掉什么就知道了。那所以小花是要把干鱼抽出来是吗？我可能会把它抽出来，可是下一题又有发财干鱼，我觉得我荷包受不了。哎、欸，你现在干鱼还差多少？还差多少？抽了中三抽了吧？我也还要抽什么？几抽啊？三抽？43。43，那还有点多哎、欸，应该还有一单哎、欸。你那是小宝还是大宝？小宝。所以我觉得我应该真的会氪，氪了啦，那你干嘛还要等啊？先氪啊！不行，那你先氪先练不好吗？不好，为什么要这么牙先？那你下个我钟离培养感情，没有再培养下去，就是钟离跟着你一生一世了。阿丁，你要我溺死，我溺死。敢跟个差一步就炸了啦！你看，这个就是不减生成的后果。好爽的啦！遭天谴的。那、啊、小瓜封根源还没满哦。对啊。他封我刚刚在走到路上，神童的声音看了一下，哦，没磕哦。在清泉镇上面那边有一个，在海上的一颗。海上。好了，我去看看。清泉镇那个吊点，你只要走过去就会有声音了，你就看得到那颗吊点在哪里。吊点在哪里？我根本就不知道。你往那个山丘走，那边。山丘？你说我现在走的这个方向吗？不是，靠海的山丘。这个，好，往你的左边走。左边。这里啊。往我直接想方向哈，往你的西北方，我现在往你的正北走，你的北方。我的北方。地图跟你一样。地图的北方。哦、欸，靠北。笑死。还有蘑菇，我爬得上去吗？可以爬了上去，哦，这很低。然后你就会听到一个神童的声音了。嗯，有嘞。我真的是没有听过神童的声音。有，我有听过。他会滴滴滴滴滴这样叫。神童都捡完了。我的天啊，这个用捡的、啊。你要用飞下来的捡。干好多鱼哦！我捡。我今天干你，你要不要跑？操！你应该看到炮团跟苦炮团先掉掉，不要给他。你说谁？啊，小瓜有要抽那个吗？绳子吗？讲啊，他很色哎、欸。他很小，什么叫做他很色？啊，就是因为啊，怎么、啊、他很色，所以要抽他？太色了吧，小瓜。没有，我还好。再说啦，对神子无欲无求。神子会是什么属的、啊？雷属法器、啊。那我应该哦干，
那个史莱姆的岩石也丢得太远了，对吧？但是听说他会跟草之国的之后有什么草雷反应，好像搭了起来。因为我雷属角色其实有点多。啊？很多？有点多。雷属已经没几只了，还有点多。哦，なかなかの収穫だな。雷属，我想到的就只有那三只而已啊。我看看，雷神、克勤、丽莎，哦，克勤、丽莎、北斗、贝谢尔吧，贝谢尔五只，雷者六只，可是我觉得，因为我要打针，因为我在拿雷鼠没有意义啊，所以我才会想要去抽干九月，也是啦。小笨，你要干还不跑？哇！我还看到明追探这边有一个华丽的宝箱，在哪里？在哪里？你传点一传下来，你就看得到那边。只是他要找仙灵而已，你加油！干哦，我知道你说那个有一个我找不到，金丹武士。逃げ道はありません。ここより弱滅の時。你在打怪呀？哎，里面有阿贝多？没有，没有阿贝多。看你们问这里有阿贝多的人，应该是没几个。阿贝多配那个很好玩哎。不好玩。配中里啊。不好玩。好玩。不好玩。他会双共鸣，我跟你讲，充能超快。阿贝多对我来讲，我有雷电枪圈的，谁管你怎么充能？啊、可是你配胡桃的话，就比较适合、啊。我阿贝多可以配黄龙一斗啊。我没有黄龙一斗、哦。他就在、欸、黄龙一斗好像是命作战士哎、欸，真假的？是命作的、啊嗯？我角色都是命作战士，他好像是。而且你看，我还有内鬼电梯。内鬼电梯，感觉你打怪打一打，他就会把你带上去，你就发现按你的怪。没事啊，中里的柱子也是内鬼柱啊。还好吧，我觉得中里的柱子没有那么好爬。没有没有没有，很好爬。时常跟幽梦以前还没有中里的时候，跟幽梦打一打，哎、欸，我都爬上去。哦，而且中尼的柱子跟阿贝多的电梯是同一个高度，可以直接走过去。假的、啊，太聪明了吧，小光、啊！真的、啊，我等你钓完鱼。你这样在平地，你这个侧面我不知道怎么办。不行，我的花歪掉了。阿贝多，所以花生到下一期要抽雷神二秘了。没有，专武先出来吧。你看我走过去，你不要把人都想跟我们一样，好不好？他们没装武的，你试试看。好猛哦！这高度一样啊。哎、欸，矮一点点，矮一点点，差不多高，差不多高。对啊。跳。难攻不落。还有双共鸣，看起来就很快乐。挖矿神脚。真的哎，咚。我剩一个地方去看看一下，如果没有我就要收工了。应该会有吧，我都没掉、欸。没有吧？这个游戏现在就是被我拿来打没日关掉。我决定把你的名字改叫最电波的陌生。哎哎、欸，没有、欸那個，这个地方没有。火球球人，那个火球球人拿火把钻进水里，然后他的火把就熄灭了，北齐吗？笑死！整天在玩球球人，真的很。看下次抽一只四星角色球球人，你会抽吗？看他是长什么样的。真的想抽球球人。然后他就拿一个木棒的样子。
武器是单手棍。你不可以养丘丘人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吗？哎呦，原来炮团在这里哦，白痴哦，谁会知道啊？啊，而且干干那个，这里我不是有跟你钓吗？你都没有来这里钓啊？我没来这里钓啊，我以为是那个地方会出啊，我以为是这里啊。难怪你上次留给我，我想说为什么你那里有？哦哟，好亏哦。哎，好了，我回去一下，你钓完再跟我说。好。外部。我应该也快钓完了。頑張れ、もう一息だ。おお、なかなかの収穫だな。观赏鱼送给他。这次收获不错。那なかなか収穫だな。就是他刚是不是这样讲话？没错。啊叭叭叭叭叭，来数一下他讲了几个吧。我不要数了，白痴哦。18个。太闲了是不是？因为一排最多13个。小知识。其实那个很吃那个。啊，你说眼力吗？不是，很吃角色名字的长度。有的很短啊，有的很长啊。いざ。哇，缺一个炮臀啊！哇，我们觉得这个词不太妙。没事，看起来不太妙，并不代表很不妙。事实上是非常的不妙。事实上，他等一下两只炮灯都跳起来。昨天漏忘记登录了，没事，我也忘记登录了，可以补签啊。补签好像54还是44吧。是来买东西的，我剩下十根，哎，9跟8吗？还是9跟9？哎，差9个苦炮腿，9个炮腿。
舒服。景点四。然后陌生女这次玩了什么？世間にとどろかせる。不会又是主教吧？嗯，人不见了吗？靠北又是主教，这个人真只会玩主教。花と酒を手に景色を堪能しようとしたが、あの頃とはもう違う。悠々とまた。クジライ流の名を世間に轟かせる。花と酒を手に景色を堪能しようとしたが、あの頃とはもう違う。世間に轟かせる。悠々とまた。噔噔没有人上线，你想干嘛？我想要去钓炮豚。算了，我来去找其他东西，比如说罗盘。很罗。缺菇啊！忘记跟小光拿一点菇了，现在我这边好像还没生。蒙德有那么多菇，我怎么不知道？嗯，蒙德城就有24。
这里怎么也有宝箱？受け取りなさい。私には無用の長物です。风之罗盘，很闲吗？受け取りなさい。私には無用の長物です。主婦の夢にすぎません。这风之罗盘也太烂了吧！你觉得风之罗盘好烂？是错觉吗？罗盘都这样了，它只能探测的位置也不多。
主婦の夢に、うん、すみません。はっひゅっしっはっふっとひゅっ。有梦摘好了没？我到维多利亚港了。好，石等，你就把东西领一领，后来去直接打恶魔水灵，直接打到30等。是，我才8等哎、欸。啊？你维多利亚港出来不是就已经10等了吗？没有啊。他可以一键转职啊，反正8等，还反正你有。我现在已经转了。哦，奇怪，你怎么才8等？应该是10等吧。伤害自行是免费的吗？后来你在恶魔水灵那里打到30等，转完职就直接去旁边的车厢，直接再领30等的奖励包，直接开雨包出来打。他不能直接，他没有练功场可以飞吗？你听我讲，这样会比较快啊。后来打完鱼包之后，40几等之后就直接去那个幽灵船二开，哎、欸，对，幽灵船二打到50、51等之后，直接去打妖神。我记不住了，我也不知道那里要怎么去啊。好，没关系，你就先打到30等了。Fuck.不会是教堂上面有箱子吧？怎么可能？
哦，琴在偷懒。那这里东西都用送吗？这么牛逼的吗？什么东西都用送？也不用自己去按，他的双倍都会直接给，然后还没有限时间。哦，对啊，很爽。他点数就只有那一点点吗？为何不多点，不多给一点？他打怪也会有啊，后来那个啊，后来那个，哎呦，他干他刚好发超爽，超爽！我想说那是什么东西？这里一样可以打指令吗？可以啊。我刚好像点那个商城，然后爆开。爆开是什么东西？就这里商城能够正常用。可以啊。他没有办法看预设的伤害字型打起来的感觉。干伤害字型还好吧？感觉这里的拉图斯也是很难打哎、欸，这到底是啥型？是不是在耍我这个风之罗盘？いざ。来た甲斐があった。慢慢的觉得这个风之罗盘好难用。一直都很难用的。我把它拆下来，太难用了，浪费我的时间。它的风之罗盘用下去，不是只能带你找一个那个吗？对啊，而且 CD 超长，而且不会指向，它只会啊，不是不会指向，而且它是消耗型的还是永久的？永久的，但是 CD 很久。哦，我想说是那个，而且范围其实不大，很小。嗯，你按下去之后，它就会
帮你标一个方向是吗？是不，是标方向没错，但是那个就跟封顶那种差不多，就是那样而已。哦，那个方向，那个方向，那个方向还不只只是标而已，还很快，很快就不见了。有时候你还找不到，嗯，所以才会觉得那个很难用。被禁印27个，太少了，太少了。不是哦，很多地方要探索。采集时间到，这一幅好像200多了，好少。这里的点商不贵，好便宜哦！不是才一点而已吗？对啊，我怎么觉得这个比血肉果还废啊？目前玩到至少没有像血肉果一样 bug 一大堆。提升信任等阶后解锁。为什么不能买号？同点についてわぁ、他有限定性別、不能買、欸、等等、我怎麼覺得他不能買的東西怪怪的。為什麼一堆都不能買？可以吧？我看一堆的長跑都不能買啊，好奇怪啊。只能送你無法購買，你說沒辦法購買，你直接要，可能要那個吧，礼物送给自己啊、哦欸？不是不是，你要重新进商城，后来直接用搜寻的房子。哦，没关系，我先找一下要穿什么再说。我几乎都不能买，好奇怪。怎么可能是男角在穿的东西？哦，男角都不能买。合理合理，那就没问题了。37的人，洗净之夜，那是什么？嗯？我不知道，好问题。陈歌虎的东西。嗯，你问我那个，那个就是我的陈歌湖啊。哦，祭礼大剑，水蜡，祭礼大剑，水蜡。
对啦，近视给我一些垃圾，太棒了。你凭什么觉得他会给你好东西吗？挂着。